今天我们大汉山小队，大汉山小队练习来猪头山练习，因为普莱山最近有鼠尿疫封山了，所以我们就改来古弄板地这边。OK， 我们一共五个人，其实很久没有爬了啊，肚皮都搭出来了。我把是肚皮搭出来。有没有三只？你没有爬过吗？我记得是有很多啊。哎，这边有 camera 啊？哪里？你看三只。那个是 camera 吗？哦，可能是。那个是 camera 的吗？ camera 哪有什么灯啊？动物看了都怕了啊。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直线。那个登山杖插在那个棍上面啊，多一个支撑点。春节突然间又不要去啊？他跑了啊？别的孔明山吧。我少人就像我们八条友啊，我相信。八条友都爽嘞，我不觉得会太少人呐、啊。OK 啊，你钱包够厚的呀。哦，这样子啦。因为不断可以再少嘛。我们小的一个，我跟啊他们讲加起算八个人了。我们请一下 Potter 啊，然后我们 bag 全部丢给他。我们就拿两只，我们就拿那个钱包够，钱包够厚的。我们一个人应该就有个，然后就讲一个人我们就给他起，包括我们的仪仗是算起来差不多啦，就是仪仗两个人仪仗差不多三十多嘛。其实我练那个威术要减肥，然后我骑个狗狗队友上山。另外一组啊，两个人上。这样算到来是哪天？不懂，不知道。我们那时候是算什么？武器应该差不多一次。因为我们多一天，后来走。走。要上去看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哇，一人这样大包嘞，我们这样小包啊。我们家属，不，我们不是新加坡人，放心。新加坡人还要加多一个嘞。出山，出山，出山。爬山主要还没有问题，没有，本来不应该有啊。为什么啊？
它这种是药用吗？这个是因为就止血吧。有些人会 allergy， 对。对我还不懂啊。对。最长的 一天是走多少公里？第二天，只要挨过第二天，我们就应该 OK 了。就我们只要挨过第二天，快快过也好嘞。你没有听过一句话没？万事起头难，我们到后面喽，最后也是难。第二天就是一直上了，对吗？听说，不是每次都一直上了吗？其实都难了，每一天都难，每一天都难。可是听到一直上就写了嘛，只有出去的那一刻还是轻松的。我要吃鱼。OK， 你想不想出去的时候崩溃？你想崩溃，我就不想，我就不跟你讲。怎么玩？我不想崩溃啊。我第一次爬的时候，嗯、你崩溃是崩溃，酷、cool。因为没有心理准备，我第二次出去的时候我就有心理准备。你的心理准备是准备什么？有啊，最后一次你出去的时候啊。你就走上楼梯，然后你就看到一个木板那样子，然后就开始听到小桥流水的声音，有人讲话，有船。哇 ，civilization！ 啊 ，civilization！ After 7 days in the horrible forest， 然后你突然就一接触到这，你就 lose 你的 guard 了嘛，我要到了嘛，那你慢慢然后走两个小时，谁都会玩的，这我还没有通，这我还没有通，谁都没通。然后走，哎，突然又要走进山里面，又要下坡，要上去，走两个小时的嘛，你的水又喝完点，整个干已经是放了。然后我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就提醒大家，哎，你们看到啊，有楼梯，有人了，还要走两个小时，真的很崩溃了，真的。所以你是，讲说，我爬的时候最后一天，我要准备那个 industrial year blood 啊。不用，可是你要心理准备，如果你一发现哦，你一发现有船的声音，对，哎，我要到外面了。还要走这两个小时，这里边酷又有力啊！我叫他纸币出来。哦。太紧了，纸币还想下山，还要往前。
要爆了。上面坐了很久，然后我们下到来已经一点了。今天很多人爬竹头山。天气很好了，然后大家都很顺利的下来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